你怎么搞的？早就要你注意安全了。刚才就让你好好休息，结果你却偷偷跑掉了，害我一直担心啊。我这也是希望你自己不要太累，好吗？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，要干嘛呀？你一直这样下去，我也高兴不起来啊。多多少少，注意一下别人的想法。